欢迎两位啊。啊，您是司机啊？对。开了多少年了？六年多了。六年多了、技术怎么样啊？肯定好啊。那要论驾驶技术，是他好呢还是您好啊？家里面他好，外面我好。哦，这老公被管的厉害哈。怎么说厉害呢？平时管他也是为他好。哪里好啊？从结婚到现在都14年，对不对？作为一个重庆男人说，就重庆话说，就纯粹是一个耙耳朵，什么事情都是他做主。你不知道现在流行耙耳朵吗？但是你也给我一点面子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本来小孩也大了，对小孩的影响也不好啊。你是儿子是吧？对呀、儿子啊。你也怕儿子未来怕了是吧？对呀、怎么管的？说说。最开始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面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我的文化也不高，为了生活嘛，我们两个是在外地嘛，就找了一个门面做了一点小生意，反正生意还可以，每个月嘛还找到一点钱，就久而久之孩子就慢慢大了嘛，就开始上小学。当时我的意见就是说，就在就近嘛，本市里面找一个学校住读嘛，这样嘛我们也可以照顾他，这样生意也做得走了，然后我们的生活品质嘛也可以提高一点。而他就反对，不行，这个孩子我们今天做生意对孩子不好，要把孩子带回老家。那是不好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忙生意哪里有时间照顾他呀。我都跟你说，叫你把你自己嘛，你先回去嘛，对不对？把小孩带回去，我在这边做事，然后我把每个月挣的钱都打给你，你又不放心，就死不拉脸的要我回去啊。没办法，我犟不过他嘛。回去了吗？就回去啊，就把店打了呀，打了以后就跟他回重庆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本来就条件不好啊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，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。是。然后如果他这一边我这一边也没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啊。他要回家照顾孩子，肯定就一起回家呀。没错呀、说白了就是为了管我，知道吗？管怎么了？就从家里面就回去以后，对不对？你肯定要生活呀。回没回？回了，回了不就行了吗？回了你要生活呀。生活嘛，我说还是做老本行，对不对？找一个门面，还是做一点麻辣烫。他做麻辣烫的哈。啊，对呀、哎呀，这玩意儿好吃、重庆人嘛，这个东西都会嘛，对不对？重庆人嘛，做麻辣烫嘛，他就不愿意、他就死不拉脸的要我找一个正式的工作。那我也考虑了呀，做麻辣烫在重庆肯定不行啦、竞争力这么强，然后本来你身体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又熬更受夜的，回家又不能照顾孩子，我们回家为了什么呢？这个事情就放一边嘛，找了一个工作，对不对？就开网约车，开了网约车以后，就连我自己买衣服都没有权利，都是他在网上给我买，要么到店里面去给我买。啊，有什么我说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什么东西他就不给我买，他不愿意。我每个月反正是什么钱都在他身上。你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就比如说我穿的衣服啊，你看这个衣服就是他买的嘛，挺好看的呀。好看吗？我人这么胖，脖子这么短，那衬衣哭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也有自己的思想啊，对不对？平时像那个夏天，穿一个短裤啊，对不对？什么的，穿个 T 恤啊，多舒服。因为他现在是网约车司机，对不对？他们公司要求穿正装。哦。然后他以前买的衣服都是巴黎服少的，那个人怎么穿呢？对不对？你不可能长期性的是穿这个呀。你本来上班呐、上班你又没几时休息。我有我自己的私人生活时间，我下了班以后我可以休息的时候穿一下呀。但是你就不遵从我的意见，就是衬衣。哪里我没征求意见呐、每次买衣服我都把图片样式发给你看了，你同意了我才买的呀。那这个衣服不说了，我发型呢？那光头他逼的、那是因为考虑到他一天上班很早下班很晚，他不洗头剪掉之后晚上回来冲冲洗洗睡很方便呐、考虑得很周到。对对啊，这个头发我说吧，就是这个不说钱不说你都说了不说、每个月的工资结婚十几年到现在我管个钱没有，每个月的工资卡包括以前做生意的所有钱都在你那里。到目前为止说个不好听的话，我的手机里面连支付宝最多的余额就是200块，最多200块，14年了，我连1000块钱的现金我都没见过，你叫我是什么生活呀？是买了需要什么就是200块，给你就200块，然后你要钱我给你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嘞？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去？我也是男人，我也有些朋友啊，我也有应酬啊。200块出去了，现在能干什么？比如说不小心来一个朋友，我请朋友吃饭的钱都我都没有。对，这个咋办啊？我觉得前面管理都挺好，到这儿确实出问题了。我又给他买单呐、他不在的时候谁买单啊？我是这样的啊。他这个人呢，喝酒没个节制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不能喝酒。那时候才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医生跟他说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他偏不听。开始他说管着他，他还好一点。烟呢，他说老婆你不要管我吧，我自己能慢慢戒。结果到现在呢，一天抽2包烟。更离谱的是喝酒，本来医生跟他交代不能喝白酒，可以喝点红酒，我就给他买红酒。隔了几个月吧，老婆红酒开支太大，喝啤酒吧。
好吧，我就跟他买那个拉罐的，一小瓶嘛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喝着喝着变成一天喝两罐，现在好了呀，啤酒喝了喝了，现在喝白酒。你说这个能怪我吗？你要体谅我呀，我早上6点钟不到的起床就去上班，晚上9点钟10点钟才下班，中午就在外面随随将就的吃一顿，晚上就回来以后就睡那么6-7个小时的。讲到现在这个生活，本来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就晚了嘛。理解理解，喝一点点对不对？就是心里很苦是吧？对呀，听明白苦楚了，14年了。都熬过来了，就算了吧，再熬呗。但是我孩子啊，还有一个人啊。不是你儿子又怎么了呀？你问他自己啊，他管我儿子是怎么样管的？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从外地回来，小孩3-4岁，就想买一个文具盒，上幼儿园。妈妈，我想喜欢美羊羊，就买个美羊羊又怎么样了？没错。他呢？不行，买喜羊羊。不是我不，你问他呀，不是说我不给儿子买啊，因为孩子小，从小要教育他什么东西适合他，什么东西不适合他，这要让他选择呀。不是这美羊羊和喜羊羊这怎么选适合和不适合？他是男孩呀，他为什么要选女孩的东西呢？从小要男孩不就喜欢女孩吗？喜欢女孩是喜欢女孩，因为他小啊，他东西上面要分别呀。行，那文具不说，反正所以说家里面的是。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反正都小孩的都是他说的。就是，反正就是他喜欢什么，儿子就得来什么。儿子不能有自己的喜欢，是吧？儿子没有这没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。小不说，对不对？儿子今年初2了，肯定也有自己的朋友啊。经历跟我是一样的，出去玩、买水，同学请客，看电影，朋友请客，回来以后肯定小孩就有个虚荣心啊。妈妈，我这每次出去都是同学请我看的电影，请我喝的水，你给我拿点钱吧。你要钱干什么？啊，跟谁在一起啊？要钱干什么？不行，要么就拒绝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每一次我的零花钱最多不超过200块，我只有偷偷的从我的零花钱里面给他转点微信，我没有现钱嘛，就微信给他转个20块、30块，就跟我儿子，我说千万不要跟你妈妈说咯，并且这个钱我还要对其他的账跟他说，因为我这个钱用完了以后，我要找他要啊。还要报账的？肯定要报账啊！他要问你啊，这200块哪里去了？你是做了什么？吃了50块的烟，喝了50块的酒，还是100块打了麻将什么的？还有，你看那个女生笑的，别笑，这是你们是觉得这样管理一个男人特好吗？孩子大了以后，你给一点零花钱也无所谓是吗？这个确实需要，只要他是正当的使用钱，对对对，你应该支持。儿子有一次找他要钱嘛，就说妈妈，今天同学过生日，人家都想买礼物 ，AA 制去聚个餐，你拿点钱给我嘛，我去聚一下餐。他就问你，听说是女孩子，不允许，钱也不给人家。好，然后呢，儿子肯定就哭啊，哭了过来找我，哎，妈妈，我好，我说走，我们出去，我就给他转了微信里面转了30块钱。为什么要出去转啊？他在家里面啊，看到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日子呀！我就把钱给转了以后，我就回来了嘛。他就不声不气的就跟在后面，儿子钱就走。他就跟他后面跟着去，儿子在那个餐馆里面吃饭，他就在门口等着，无意间呢就被他同学看见了嘛，就说哎，你的妈妈好像在外面啊，这个肯定儿子就不高兴了，本来上了初中了，也是叛逆期了，对不对？就跑出来就跟他妈妈两个吵。你也知道是叛逆期，本来我们家孩子都比较调皮，万一在外面喝酒怎么办呢？你只知道给他钱，不知道后面的事情。儿子现在也大了，也听得懂话了，对不对？我要知道这个跟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。吵架没有跟踪，我只是在外面看着他，注意着他，不要他喝酒，不让他在外面胡来。那他喝了吗？没有。我在那，他肯定不喝啊。他又不知道你在那儿。我在门口等他的吗？他又不知道你在门口。他知道了呀。那你没藏好啊？我为什么要藏呢？我只是关心他，我又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他。那你能看他一辈子吗？大一点就好了吗？大到什么时候啊？他成年了，我就不管了呀。啊，反正都有道理哈。这吵架呀，吵架回来就跟我说呀，爸爸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能不能管一下他呀？我说我能管得住吗？你这个家里你也知道，我也没地位，对不对？回来以后，儿子就不理他呀，对不对？不理他呢，他就翻儿子的微信，看儿子的 QQ， 啊，邮箱，儿子也不理他。他儿子有每次像星期六、星期天呢、啊、出去玩呢、啊，他就跟他一起。我看到了 QQ 是关心他，你也知道现在孩子叛逆期，本来现在是学习为重，他不学习不好好学习，这有什么关系的怎么办呢？我要关心一下呀，要关注一下呀，像你一天不闻不问的。我哪有时间啊？我要挣钱养这个家呀，早上从6点钟工作到晚上10点钟才回来。啊，对呀、啊。
你要上班，我要上班啊！我为这个家忙里忙外的，我为什么呢？是是是，都不容易。还有更离谱的就是，上一次嘛，儿子在学校跟几个同学打篮球，不小心嘛，就把这个下巴这里稍微刮了一下嘛，可能流了一点点血，就很正常嘛，男生。对，哇哟，他一看到这个口子，那就不依不饶了，第二天就跑到学校里面去，直接现在找到老师，跟老师一道吵。吵了以后就把对方同学找出来。那不是吵，我叫你问一下，肯你也不去，那只有我去了呀。我肯定要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孩子剥了下，难道自己不关心一下吗？这个你关心归关心，难道我关心你们错了吗？对，我关心你们错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难道我关心你们错了吗？错了吗？我没有说你错了。我为了这个家，我为了谁呀、啊？但是你这种方法能不能改一下呀？这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。每次家里面跟你商量任何事情，说你，反正都是你，你叫我怎么做？我是一个大男人，我都能委曲求全跟你在一起14年，我都是想着这个家里很好。哎，别慌目择言，什么叫委曲求全14年呀？都哭了啊，还敢说啊？是不是以前一哭就管用，现在哭不管用、啊、没有，我就觉得好委屈。哦，好委屈。那你得想来这儿目的是啥？我对他，我还是很爱他的，对不对？14年了，从我们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为止，我不是说他管理我的方法有什么问题了、哦，我只是说我能接受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儿子大了，我不希望他把我管我的这套方法再施加到我的儿子的身上去、啊、儿子现在也要成年了，对不对？听明白了，现在你不是代表你说话，是代表你儿子说话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委屈吗？委屈。嫁一男人14年，给俩男人当妈是吧？还没人说好话，是这意思吧？嗯。哎，我问问，以后你儿子要娶这么一个媳妇儿，你高兴吗？那是他自己的事。别那儿子。不管。得管啊。不管，孩子长大了，我就不管了。哦，真不管了哈？这老公以后还管吗？管，肯定管的、哦。老公肯定管。喜欢他吗？喜欢。爱他吗？哎，还想跟他过吗？肯定想过 啊，虽然心里过得憋屈，没有想离婚的意思吧？没有。你当着他面哭过吗？我呀，我哭过吗？啊，当着他的面委屈的哭过吗？你问他自己，我哭过没有？哭过吗？自己哭过的是你自己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哭过没哭过？你这样说了真的没意思，这么多年了，14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家里的一切你说了算，我没有反驳吧？那我问你，我为什么管你呢？我为什么管你？我管你，我没有说你错。那就是我只希望你改一下你的性格，不要把我管我的这个方法去管你两家儿子。问几句啊，嫁给他应该还有蛮多的委屈的是吧？你们俩的婚姻应该没多少人看好吧？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家里就不同意。啊，猜到了。后来为什么一定非嫁给他呢？因为他这个人性格很不开朗，我这个人比较内向，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。哦，那你这14年跟他在一起开心吗？其实还是挺开心的。挺开心。不是说我要管他怎么样。啊。因为他生个病，他做个心脏搭桥手术，他不能喝酒。哦。所以我就必须管着他呀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。什么问题？心梗。啊，心梗。哦，心梗是不能喝酒啊，也不能抽烟。行吧，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啊。老婆满分是100分的话，这打多少分？100分吧。那你投诉半天，这男人多好。哎，好。老公满分100分的话，这给多少分？他其实挺好的。那给多少分嘛？就是、给90分吧。那10分扣在哪儿了？他嗓门太大了，老凶我，有时候。他还凶你啊？哎呀，今天这夫妻俩这交撒的啊！其实，听他们讲这个夫妻之间这点事儿，一个是让人觉得温暖，第二还让人觉得挺感动，第三个说句实话，应该有很多人很羡慕，尤其是最后妻子的娇嗔和先生的娇嗔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些问题，怎么来帮助他们过得更好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先生你好。主任你好。你这衬衫挺好看的呀。这是上班平时的话，你看多热呀。发型也挺帅的。你特委屈对吧？我替你跟你老婆唠唠啊。卢女士，你也委屈是吧？
今儿要孩子站这儿，我估计孩子也得说我委屈，然后你们三口人就对着哭。很多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呢，是因为伤痛，你们是因为委屈，他们是因为不爱了，你们是因为太爱了。我想问一下卢女士啊，你说她这衬衫我觉得也挺好看的，但是咱多花50块钱买个 T 恤就那么难受吗？不是不给她买，她上班穿很少偏，那就给她买，不是那种大的原则性问题，就给她买。其实我前面觉得您抓的很多事儿抓的都对，比如说要回来照顾孩子，比如说就把他从外地抓回来，夫妻不能异地，这事儿做的都对。但是我们要抓大放小，就买个 T 恤留个发型多给点零花钱，这事儿有那么难吗？你先生有两度哽咽，第二度呢就是提到说这14年来我都听你的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第一度你们可能都没感受到，我感受到了，就他说我兜里就200块钱，就这个事儿。男人也要脸呢，您的控制欲太强了，控制欲强的原因是因为安全感弱，所以你怕什么呢？你怕他兜里有钱他就不老实了？咱说实话啊，别说什么哎，我怕他喝酒喝多了，你主要是怕这个，没什么好没安全感的。我觉得您先生这14年来肯定什么其他的事情都没有过，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包括对待孩子也是一样的。那么大个孩子了，您可倒好，在饭店门口等着，那人吃饭能不噎得慌吗？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那儿吃饭，都没有妈妈来，就我妈站门口等着。您这叫过度保护。包括他到学校里面打篮球这件事情，那男孩磕磕碰碰不是很正常吗？他自己碰坏了，您找老师，你还哭啊？我就关心你们，我错了吗？错了，错在哪里？第一，他想要美羊羊，你非得逼着他选喜羊羊，就像您先生想穿件 T 恤，你非得逼着他穿衬衫一样的，破坏孩子的创造力。小朋友是没有这种性别概念的，像我儿子他就喜欢粉红色，那我就买粉红色的东西给他，他只是喜欢这样的形象或者这个色度而已。不要剥夺孩子的创造力。第二，不要破坏他们人际交往的环境，比如说你冲到人家饭店门口等，就是在破坏他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环境，你跑到他学校里面去跟人家老师去质疑这些事儿，就是破坏他和老师之间的感情环境。你们之间夫妻关系相处的模式没有问题，他很享受并且很幸福现在这样的状态，那你们就这样继续过日子。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，我们除了要遵守这样的保守规则之外，更多的要给予对方的理解和关爱，而不是侵略，好吗？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我先说几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。你所有的都是为对方好，为老公好，为儿子好，你以你自己爱的名义，你剥夺了他们的尊严，你不够尊重这两个男人。其实他哽咽，后来又说你没问题，你100分，这都是基于你的爱。你被惯成了一种蛮横无理，不分任何场合任何原因的去管理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真是为他好，对吧？你不能只管他的消费啊。早上6点到10点，为什么对他如此忙碌？6点到22点的这事你熟视无睹，你口口声说我为你好，你身体不好戒酒戒烟，请问你能不能把你的好用在刀刃上啊？这么忙，他没病也得有病，况且现在是怎么样，心梗。你真爱他，还是行使自己的那点权利欲？我教你一个法则吧，任何的爱都一定出于尊重对方，方式上呢，和善而坚定，充分尊重你的男人们吧，啊，他们会爱你的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杨老师，听两位哭也罢笑也罢，我首先的感觉啊，妻子真的是感动，你们之间真的是流淌着浓浓的夫妻之情，亲人之爱。但是感动之余，我真的着急，
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爱的方法是对的，爱的方向是正确的，真的是一家人会越来越幸福。如果我们因为相爱，用不对的方法，不恰当的方式去经营婚姻，那真的有可能越过越拧巴。所以你看，妻子你会觉得我好委屈啊，我这么关心你，怎么你还跑到场上来控诉我？这就是方法不对。我们去过度的关注一个人，反而让他更无所适从，让他更加失去了对生活的判断。但是我真的建议先生啊，你刚才说了，你这样对我没问题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承受，我不愿意去和你对抗，让你不愉快，因为我爱你。你的方式有待改正，你要告诉他呀，我一个成年人，我有一定的空间，我会更幸福，我会更有力量，这种力量会回馈给你，我会更爱你，更爱这种家。你也要找到方法去赢得自己的尊严。同样，你得给儿子做榜样。你说你当爹的都说你管我没事没事啊，你别管儿子行吗？怎么可能？既然你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是有危害的，是对孩子成长不利的，真的得站出来，不能以打着我爱你所以我就完全认同你这样的旗号去经营婚姻。我再多跟妻子叮嘱一句，你对儿子的过度保护只能让他成长的脚步越来越慢。就像我们说这个小动物它会有羽毛，会有羽翼丰满的那一天，如果你现在就拔掉了它的羽毛，让它无法对这个世界正确的认知，那真的有一天它成年了，它离开你的翅膀的时候，它更加不知道怎么判断是非对错。所以要给它成长的空间，给它成长的勇气。所以该放手的时候是要有放手的，这才是真正的爱，好吗？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的一些行为和潜台词？在你很嚣张很强势的时候，你习惯说一句话，我为什么不能管你？后来当你哭了之后，你又喜欢重复说一句话，我为什么要管你？你分析一下这两句话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。我为什么不能管你？潜意识就是，我是你老婆，我有权管你。我为什么要管你？一边哭着一边说，潜台词就是说，我不爱你，我才不在乎你呢，我要管你吗？我估计你在生活当中，对于他和对于儿子，你都是反复来用这两套逻辑，先嚣张，先跋扈，先强势。但是当对方已经不吃你这套的时候，你马上又软下来，我还不是因为爱你才管你吗？所以你拿他没办法。当你很强势的时候，也许男人不跟女人计较也就算了，衣服穿就穿了，头发剃就剃了，但其实长久以来内心还是有一种不自由，不受尊重的。我们经常会问自己的家人一个问题，比如说我要换工作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种建议？我们经常会得到两种极端的答案，一种答案就是你做什么我都尊重你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听着好像很尊重，其实是不负责任。而你属于后者，就第二种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跳槽啊，或者说你一定要跳槽啊，你一定要选某一份工作啊，这个时候这个人给他一种很强烈的建议，并且强迫要让他执行我的建议，就是你这种人。但这两种都是不行的。真正中肯的是告诉他，据我观察，如果你真的要听我的意见，我觉得你怎么做好，但最后的决定还是你来做，我尊重你的建议，你明白吗？比如说喝酒这个事儿，你就完全可以跟他说，我说的也说了，我劝也劝了，身体是你自己的，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这么担心？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他内疚，你说呢？倒不会让他感觉到你用权力在压我，也没有让他感觉到你用爱在绑架我，你明不明白？包括对孩子也是一样的，你也是小男子汉，你也有面子，妈妈给你这个面子，也尊重你，但是你也体谅体谅妈妈。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孩子更容易接受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关心是有的，但你用关心在绑架别人。表面上看现在是有效，也因为你的男人现在对你还有耐心，
但如果你长此以往的冰火两重天下去，如果出现一个理解他的女人，你就危险了。真正的尊重是说出自己的意见，接不接受是对方的事情。当然我也知道，在将来的生活当中，你完全改成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理性的方式，你是改不了的。但是在小事上你这样没有问题，撒撒娇强势一下没有问题，但在大事上以后千万不要这样。而至于你，我也想说的是，你要帮助他一起来调整。你漠然顺从，纵容了他的肆意，你突然之间的这种生气，突然的反抗，又会让他感觉到委屈。其实你们是此消彼长的过程，在有些问题上还是稍微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用温和的方式来对话，其他的时候撒撒娇任性是没有问题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羡慕更多一些，其实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没有一定之规，合适了磨成了就最好。过去的生活经历告诉你们，前14年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，后来看起来是因为有一个儿子，实际是他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了，你得听听呼声。但是有一点不合适，就是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。至于儿子，因为他是要面向一个更新时代的一个男人，我建议您就别管了，管得越多越出问题。先生，咱就认了吧，他要不管了也没劲了，对吧？人就是这样。所以最核心的就是珍惜你们现在夫妻相处的模式，甚至我自己认为，你管我管得太死了，这都是一种撒娇，这都是一种夫妻的互动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来，请关门。啊，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在相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怎么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